大家好，我是蓝婷静，今天来试做之前在溜地币看到名为甲肝阿利果的点心。准备一盒可乐比沙拉口味的薯条饼干，这边我买错了，应该是买叫 Sakeru 的 cheese。 当下的我跟另一部影片的材料弄混了，那个是蒙古汤面的材料，可能是第一次在国外买东西紧张过头了吧。把材料塞进去，然后加入适量的热水，我这边呢大概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热水，然后盖上盖子等三分钟左右。然后时光飞逝，三分钟到咯，我们打开来看看吧。准备一只汤匙，把材料都拌一拌，饼干都被热水泡软了，居然变得跟马铃薯泥一样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其实这一次我觉得不算失败耶，那个瀑布马铃薯泥下一回再挑战吧，给自己再来日本一次的理由。吃起来就是起司马铃薯泥，绵密的口感配上起司的浓郁，推荐给大家哦。材料很简单，也很容易找。饼干呢，我是在超市里面找到的，起司是在附近的便利商店找到的哦。大家有尝试过了吗？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在国外买东西时会紧张吗？成功结账时有很兴奋吗？欢迎大家分享哦。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